漫长的路，两颗倔强的心，只有心如人，追着心如人，脚下的路越长，心中的爱越深。我们从夜从夜走到了晨，我们从头从头走到了春，有你我同行，再累也心甘，有你我同行，再累也心甘。我跟红尘回中国广州生活了，生活上有些不适应，就是睡眠不够，一天最多睡6个小时，所以有时起不来。很难啊你。老婆看完了没有？好了。待会我们去买菜吧。好不好？今天我们去菜场买菜，广州的菜场很大，比我们的县城还大。这里海鲜比越南贵，但不比越南好，其他东西都比越南便宜。排骨怎么卖？好，等一下，等一下。哎，我见到吧。对，就是这种，那本来拿多两包嘛，拿4包。我喜欢吃鱼虾虾，虽然很贵，但红绳每天都保证我有鱼虾虾吃。红绳喜欢吃猪肉和青菜，所以我们每天又各搞各的菜。现在红绳教我做中国菜，我也很努力的学。可以啦。啊对。这是放什么？放糖。哦，放盐是糖啊，什么都放盐是糖啊。这个是什么？就是盐。放盐就对了。对，水。哇，红绳有空就给我讲中国的文化、传统和习俗，那些东西很高深，但是我还是专注、很认真的听。孔子
就是未嫁从父，即嫁从父，夫死从子，这是三从了。四德就是妇德，还有妇言、妇容、妇功。妇德就是你知道，就是要说本分，遵守妇女的品德。妇言就是说话的时候我们要说轻言细语，笑不露齿。妇容就是作为一个女人怎么样来穿着打扮，我们不能穿得太花招枝展了，这样会引起非议。所以我们穿着的时候要朴素，你没有什么好衣服，但经常浆洗缝补啊，这样很朴素也很美，是不是啊？然后是妇功，古代解释妇功就是女工，就是说我们针线活，就是做针线活要很在行。现在引申为就是做家务啊，把家里一切料理得好好的，衣服要洗好，饭菜做好啊，把家里打扮得干干净净啊，这就是妇功啊，就是作为一个女人啊，要做好三从四德。你要照顾好丈夫，我们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今天红神带我参观广州水族世界，这里的水族世界比我们的省城都还大，各种各样的鲸鱼看得我眼花缭乱。原来中国人这么会享受的。放很多，不可以了。放，全部倒了。有了鲸鱼，我的人生乐趣一下增加了很多。我每天都盯着它们看，有时一看就是几小时。没有，加了水。它那个鱼会跳出来的，你注意。它习惯了，不会跳。来了中国一个月后，发现我们的两人世界太孤独，在越南是大家庭，生活惯了，一下还是真不适应。红神就带我去附近逛公园、钓鱼，让我不至于孤独。
今天我们坐地铁去看广州的小蛮腰，就是世界最高塔广州电视塔。往前面走，往前面走，留条缝。好吧，哎，不行啊，找不到。这个塔真高真宏伟，发现广州很大很繁华很发达，我很喜欢。我跟他拍个照呢，米老鼠。Trung Quốc rất là an toàn và không có người mà lừa gạt. Và ở đây ở Trung Quốc cũng không có nuôi gà hoặc là dịch gì cả. Con thấy cuộc sống ở đây rất là tốt, con rất là thích.
梵净山之旅是改变我一生的旅行。美丽的梵净山让我胸怀变得无比宽广，涤荡了我的灵魂。梵净山很高很难爬，平时在越南一出门就是骑摩托的我，可以说是娇生惯养，我根本走不动路。我们上下山都是坐的索道，不能坐索道的地方，红绳就给我叫滑杆，把我抬上山，红绳自己却把我们所有的行李一个人背在身上。徒步爬山，他和像下雨一样，累得气喘如牛。路上别的游客看到我们两个，看看他又看看我，谁都对红绳赞叹不已，说是一个模范丈夫。梵净山之旅改变了我的人生，我起初抱着好玩的心态来中国，经过这次旅行，我知道红绳是真正对我好，我觉得我也要好好对待他。是心如人，我也是心如人，一条漫长的路，两颗之间的心，只有心如人，最理解心如人，要想一路远行，心中的情越真。我们从眼从眼走到了城，我们从风从风走到了船，有你我同行在那一些情感，有你我同行在那一些情感。有网友问我，就是说你为什么会去越南寻亲啊？因为当时大家知道，我2009年的那个时候跟我的第一个越南女朋友分手之后，我那段时间呢，就我十分的痛苦，因为一个人啊，形影相吊，孤影自怜，啊，没有一个女人呢，确实那个，我觉得我都没法生活下去，无心工作，啊，那段时间啊，食不甘味，夜不能寐，我都不知道那段时间是怎样过来的。那段时间我唯一的解脱办法，也就是说我想是能够尽快找一个我称心如意的这样一个女人嘛来代替。有人问我，他说那你为什么不在国内找？我曾经有尝试过在国内找，在我家乡的一个报纸啊打过一个征婚启事，但是呢后来你能想象那个结果是怎么样的吗？我征来的都是些拖儿带女的半老徐娘。那有人说你是个大学教授，在国内一定会找到好的。其实不是这样，我也分析啊，像我这种情况，我也想找一个比较自己称心如意的还比较难，因为我自己外在条件来说，我觉得自己可能并没有优势哦。我个子不高，然后又胖，另外就是经济方面，当时可能算还过得去，能够糊口。但像我这种情况，我说在国内要找一个自己称心如意的很难，好的、漂亮的、年轻的都给别人找去了。那我分析了一下，我想我可能去越南也许会有一点机会，因为他们有些人呢也愿意出来哦。胡志明去找阿宁，阿宁呢那当时是我最后的一个希望，也就是最后一个救命稻草。我说再没跟他成功的话，我想那我可能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可能那只有死路一条，没有退路了。最大的一次困难就是8月份那时候看到黄世江回来之后，我带6000块钱全部花光了，到了河内的时候只剩下100千了，就是10万。河内到有一关的费用呢要7万，然后那个时候都不够钱吃饭了，怎么办？然后买一个面包花了2万，然后买一瓶水花了1万，
啊，然后就坐在那个湖边那个石凳上，然后就在那里吃。那个时候心里是，那个时候是心里是最灰暗、最绝望的时候。我在想，因为你身处异国他乡，你不熟悉这里，你一个人都不认识，啊，你人生地疏，孤立无援。当你身上身无分文的时候，啊，没有任何人能帮助你。有了老婆，我相信就会有了一切，我就会努力去工作，去打拼。那么我在最关键、最痛苦、最无助、最孤独、彷徨的时候，我经常就用这句话来鼓励自己：粮食会有的，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越南社会现在针对中国、中国人和中国制造普遍有很多谣言和诋毁。我在想，这跟我们现在国内对越南新娘的谣言和诋毁何尝不是一样的呢？他们说中国人喜欢欺骗，中国产品质量差，不要买，中国男人喜欢虐待老婆、打老婆，还把老婆卖到妓院做妓女，说中国人太小气不靠谱，不要嫁给中国单身汉。所以呢，我在找阿宁的时候也遇到了他的一些同学和个别亲戚的跟他说这些话，说你不要嫁给中国人哦，他会把你卖掉，不卖掉了也会经常打你骂你，让你没有好日子过。嫁给中国人又没有钱，你干嘛不嫁给台湾人或者是韩国人？当他把这些谣言和不实之词告诉我时，我就对他说，那你现在跟我在一起的这些天，你都看出我是怎样对待你的，那么以后呢，我也是这样对待你。别人劝你不要嫁给我，有些是出于嫉妒和眼红，不希望你过得比他好，超过他，有些是真的不了解中国，为谣言所惑，被谎言所蒙蔽。但是你可以反其道而行之，等你到了中国后生活的幸福，你再用自己活生生的实力来给他们一记响亮的耳光。阿林呢，最终还是顶住了这些谣言和非议的压力，跟我来了中国。当他看到中国呢是个法治社会，法律很健全，社会很安定，这些谣言呢就不攻自破了。我把这首歌《我只在乎你》送给我的老公，感谢我的老公给我的爱，感谢上帝安排我们在一起。很好。
像在中国，个别网络坏人拼命造谣，重伤越南新娘。造谣说越南新娘个个都爱逃跑，说一百个越女就有一个艾滋病。这种无中生有的谣言根本不值一驳。我相信大部分越女都是好的，个别不幸个例不能代表全部。在越南也有针对中国单身汉的谣言，越南说中国单身汉都是骗子，个个都是吃喝嫖赌，找不到老婆就来越南骗，说把越女骗到中国去卖掉。我也不相信这些谣言，所以我跟红绳来了中国。谣言是根本经不起事实的检验的，你一旦到了越南，到了中国，就会发现事实完全不像网络上的谣言所说，所以不要信谣传谣，要自己亲自去了解去体验。找了这个老婆之后，我现在又变得一穷二白了，现在一切又得从头再来，但这一切都是值得的。没有老婆，我无心工作，什么都不想干。现在有了老婆，我就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事业当中去，至少我不再孤独。我相信以后粮食会有的，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中国单身汉由于种种原因找不到老婆，他们孤独苦闷彷徨，没有人能设身处地感受他们的精神和肉体之痛。越南新娘为他们开启了一扇希望的大门，但随之而来的是对越南新娘的流言蜚语。谣言和攻击又让中国单身汉心存疑虑，裹足不前。为了让中国单身汉得到真实的第一手信息资料，得出自己的结论，青湖影视深入到越南的城镇乡村，实地采访中国单身汉的相亲过程，暗访当地的中介养妈和越南新娘市场，得到宝贵的第一手视讯资料，供广大的中国单身汉自己来研判解读，从而做出自己的直观判断。新闻调查揭开越南新娘的神秘面纱和大话越南新娘，敬请收看。